式粉底液。来之前，这黑眼圈还是擦嘴方便。遮瑕我涂完了之后，就先用这个眼部打底。先定妆这个玉木本的珍珠粉。好，然后就画眉毛，用中间这个墨绿色。好，接下来画眼妆。我今天用这个盘子，首先用这个颜色涂在眼睛前段。这个金色。用一把干净的晕染刷晕一下边缘。接下来用这个 MAC 这个绿色，那个深色的金色，把边缘稍微晕染一下。再用这个干净的刷子晕染一下边缘，沾这个哑光色提亮一下眉骨。好，上眼影就先画到这里，接下来就先画一下眼线。好，那我两个眼睛的眼线就画完了，接下来我就画一下下眼影。下眼影呢，我就用这个美宝莲的这个眼影盘沾一点这种浅绿色。好，然后再用这个绿色。还是用这个，再用手涂一点在眼球中央。修容还是 NARS Laguna， 我用刷子是 Real Techniques 的 Contour Brush。 再后我今天用 MAC 的色号是这个，它是一个这种橘粉色。好，最后是唇膏，因为今天我的眼妆比较浓一点，所以我就配一个比较淡一点的唇膏，色号是105号，它就是一个这种裸粉色。好，那我就画完了，也是非常适合秋天的颜色的妆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